无电。这最近哦，要施工啦，无水无电啦。哎，不过我记得有发电机呢。啊，厉害啦！我试看卖啊。用手机啊，手电筒就好啊。那美女啊，真巧呢，安尼哦，更加有气氛。进来啊，来煮小火锅啊，因安哦，这尼啊寒，拄啊好适合食这。我食收饱啦，我袂枵啦。无，我来铺摊啦。真正足趣味的呢。我无上班，无返去厝的，竟然走来这个凶宅过夜。哼，可能只有咱才安尼做啦。哼，哎，真正啊，你本来是金家的小公主啊，今嘛煞落入凡间，变做邻家大女孩。你比我想的哦。更加亲民，更加高尊。哎，阿母是安怎？你平常时就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，把所有烦恼拢放在心内，来苦度家己啊。我才不是咧苦度我家己咧，我是照顾我家己，卖互别人烦恼。搁再讲啊，我金倩倩不是你会当轻易掌握的女人。对哦，所以这边哦。华姐，大大的 surprise！ 我真想袂到呢，你这么好胆，敢陪我来吃？哼，这件代志啊，我是跟公司同事讲哦，一定不能敢陪我来。所以金倩倩，我该说多谢，多谢你愿意陪我来吃冒险。这也无啥，我本来就唔相信遐怪力乱神，所以有啥物好惊？外口的猫啊狗啊，或者是啥呀？卖家己吓惊家己。咁真正是安尼？真正有打弹珠的声音呢？我就跟你讲，是真啊实的啦。你家己想看卖啦，这时阵这所在有啥有啥人家打弹珠啦？哎，你是要躲啦？你卖个戏吧啦！是啥？好啊，来卖个问啊啦！啊，佫是啥啦？啊，着前屋主因爸爸咧才过身啊！哎，可能伊要怀念儿时回忆嘛。好，来卖个戏吧啦！啊，万一你真正遇到真正阿飘哦，我着软脚，我着无得行路啦。好，大美女，你卖去，你卖去啦！进来走了，好不好？拜托了，阿姨，爷爷老人家以为圣诞猪，啊，你就好一生嘛，吼，行啦，行啦。回来，我一定要找到这三更半夜圣诞猪
吵到别人，阮无法度睏的，歪屁股。哎呦！出来！打床！我真欠欠哦，刚刚剩一个月就要报道啊！我不哩惊你啊！出来！青青青啊！你真正袂惊？有啥物好惊的啦？一看就知影是有人超过伊咧乱。啊，不过互伊安乱乱啊，我爸都就枵啊。紧煮小火锅啦！哎呦，青青青啊，啥物事如果食小火锅啦？妈呀，咱紧转去啦，好不？哎呀！好了好了，有你这金大人陪我。我得靠我大了哈，快点，奶奶走了。青青青，你别吓惊，你是不是看到啥了？你别问啦，紧走就对了。青青青，你等我。你快等我。快车！快车！你是怎样看见的？因为我得来无？不是啦，是我拄则淋伤侪水，我今晚想要去洗手间啦，较紧的啦！甲惊死！哎呦，你较紧的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